本港近期受到新冠病毒和流感病毒双重夹击，公立医院急症服务持续紧张啊！星期四下午的仁济医院急症室就逼满了候诊的市民，这一度非紧急病人的等候时间超过3个钟头，但是已经算短的了。北区医院和玛加烈医院的急症室最长等候时间超过7个钟，东区医院和屯门医院就超过5个钟，律敦治医院、广华医院、威尔斯亲王医院、天水围医院和将军澳医院轮候时间就超过4个钟头。